自项到秦后，历二十三朝，伐丘、摸金、搬山、卸岭四派，以五行之理分金定穴。公元1466年，明宪宗年间，东瀛德川家族在中原卧底，得龙陵地宫密图，决定远渡重洋，密谋进入地宫。发丘派掌印人高玄义率族人进行阻拦，族人下地宫后竟全部离奇失踪。高成，这里边也太窄了吧！啊，我感觉我身体都快磨出火星来了。哎呦，这是修木人安修的逃生通道。你以为我们在逛天上人间啊？宝爷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哎，小心点儿，老子不叫事儿，宝爷我什么场面没见过？法丘派祖训：凡我派中人进入墓中，如遇临时不起尸，如遇坤时不开棺。鳞石要历经千年才会长出鳞片，所以很少遇到。如遇鳞石，墓中必有惊世之物。朱雀玄武，青龙白虎，乃天之四极。木舍四极聚阴阳，五宝乾坤龙泉穴。四极并至，何以众神之书，堪可扭转乾坤。青龙朱雀主吉祥。看来这个墓室主人有很强烈的重生意愿。白虎玄武主凶相，东南为吉，西北为凶。天官赐福，百无禁忌。哎呦我去，这也太高了吧。Thank you.
身有伤，保佑我们活着出去吧。你要卖多少钱？不要钱。不要钱？那你要什么？诸葛金函，现蜀中，六甲神咒，破秋印。你是谁？发丘印吗？啊？谁出的货？我不记得了。哎，我好像感觉有人跟我说，说什么诸葛金函现蜀中，六甲神咒破丘印。诸葛金函现蜀中，六甲神咒破丘印。诸葛金函，也就是金函玉镜，是诸葛亮在蜀地所铸的奇门遁甲要术。六甲神咒是倒斗下地所念的护身咒语。可是发丘印在明朝宪宗年间就跟我的太祖爷爷高玄义一起失踪了，怎么会在这儿？不成，来。嗨，宝爷给你长长眼。哎，高成，你闻到了没？这上面有一股强烈的土腥味儿啊！啊？你真的不记得出过人？哎呀，我真的不记得有人过来了。这就奇怪了。发丘谱上记载，明朝宪宗年间，发丘印跟我的太祖爷爷高玄义一起失踪了。我一直想弄明白这里面的原因。哎呀，你单凭这么一个发丘印，你能知道我们去哪儿吗？我知道了。哎。干嘛去啊，明哥？啊，要不我们再走一走？走一走？哦。好收获。收不收？
三国时期曹操所制摸金符。看来你是不感兴趣喽。放下吧，下次还有，我收。看什么看？你不要想多了，我个纯爷们儿。王安宝，你思想牛嫩，不要那么龌龊。我是在保护我纯洁的贞操。切，你以为是个男的都是娘炮啊？你说我们祖上闯关都能狠劲儿，你怎么一点没继承他？你不是第八十六太发丘中郎将吗？啊，还与摸金校尉齐名，你不也是在潘家园倒腾古董混日子啊？你还说我？切，那称呼哥以前管用，哥现在就是办公室主任。古董跟我们都是国家的。哎呀，得得得得。哎，师傅，咱开到哪儿了？你能不能话少点？哎呀，你别烦。这个四川师傅有点暴躁啊。你一直说话，人家能不暴躁吗？哎呀，那怎么去啊？司机师傅说这也不通车呀。走着去。哎，你等等我呀。南宫先生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跟上去。是。大神，累死我了，不行不行，哎，我要歇会儿。快起来，我们再走半路。哎，要不咱们今晚就住这儿吧，啊，明天再赶路。现在是4:36，我们在山里面，受光照时间短，过不了多久天就黑了，你想睡得舒服一点，我们再走半路。哎，哎，你拉我一把呀！来，啊，是我，秦墨。哎，这不是大小姐秦墨吗？你怎么来了？那么用力，我胳膊都要断了。秦大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偷袭了？我哪有啊，我就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嘛。你这是惊吓吧？秦墨，你赶紧从哪儿来？就回哪儿去吧。要是你受了伤，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？我都已经查过了，这里在清末之前是没有人的。现在这里叫八地村，在四川省村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名字，而且几年前这些人都搬走了。如果说你们要去的是这儿，千佛。千佛？嗯，那你们官方地图是没有用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那儿？还有，你那个手绘图怎么弄到的？这个嘛，我问九爷就知道了。至于手绘图嘛，不告诉你。如果你们让我加入的话，我就让你们共享手绘图。这么说，你这小尾巴我们是甩不掉了呗？你没有捣过斗，很危险的。那算了，道长，我觉得秦墨
说的八成是真的，他应该不会撒谎。这事儿啊，靠谱。站住！那可能性不大。你们看，这东西这么破旧，应该很久没人住了吧？我早就说了，这里十几年前就集体搬走了。像这种集体搬迁，应该很少见吧？哎，这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能有什么问题啊？不就太偏了吗？王元宝，你别吓人啊！不是，你看这。哎，今天晚上啊，我们就住这儿啊。啊？开什么玩笑？住这儿？苏服员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安排好了。嗯，还差最后一枚墨镜符。这次的墨镜符是真的吗？不该你问的不要问。是。答应他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该发生的，也一定会发生。哎，让我睡里边。哎，谁让你睡里边？我看。哎，干嘛呀？你们两位男士，是不是应该绅士一点？我从来都不绅士。你我说过这行不适合女人。我不管，我就要睡这儿。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九爷生日那天晚上，你是不是跟曼文在一起？那我们怎么睡啊？一起睡啊。嗯，高成，外边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是军队振奋人心的鼓曲。古时候，这里应该发生过一场很激烈的战争。哇，这感觉就像留声机一样。根据科学依据，这场战争一定发生在雷雨交加的时候，所以刚好被记录下来。哎，你这样一说，让我想起了之前我收到的一个巴蜀拓本记载，秦始皇时期
有一个叫做诺的寡妇，夫家因为善丹穴积攒了数不清的财富，同仆千人，有自己的护卫队，那是富可敌国。秦始皇听说后想据为己有，于是发兵收缴，兵戎相见。这个诺寡妇不得不捐赠巨资支持秦始皇修筑长城，哎，还为秦始皇提供了长生不老药顶级的丹砂和修筑皇陵的水银。秦始皇这才放过了诺寡妇一家，发现了我送你的那块。秦始皇很佩服诺寡妇的胆识，搁现在的话来说，那就是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，那是秦始皇眼中的一姐啊。嗯，然后呢？后来也记不清楚了，哎，上面写的也不是很全。声音怎么停了？哎，是啊。你们说，这个声音会不会就是这里集体搬走的原因？不好解释。哎，刚才啊，我们来的路上，我看到这附近的房屋有几棵很大的松树。据前辈们说，有茂密的松树，不是寺庙，便是墓。你，王元宝，你想钱想疯了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我去睡了。哎，看见没？属鸭子的，他嘴就是硬，是不是啊？罗星外面有山关，华盖穿行镇龙出。结合地图，我们现在身处罗星和汉门之间。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前面来水是龙穴方向。继续。是吧？没问题。你们看，这上面有好多棺材。早就听说四川这一带有很多悬棺的葬法，真是见到还是第一次啊！这么高的山，是怎么弄上去的？哎呦，古人的智慧还真是玄妙。对啊，我也第一次遇到这么多悬棺。悬棺聚集之地被称为地仙之宅，背阳而设，西地阴，天官赐福，百无禁忌。哎，小心！顾城，这是
什么怪物啊？这么多玄关，不会是魑魅吧？洛城，我真后悔跟你来这儿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些废话？怎么办啊，洛城？随机应变。哇，好帅！哇 ，so cool！ 叫你贪吃，早该收拾你了。请问怎么称呼？明年。明年，你在少林寺学的武功吗？哎呀，不是，要我说呀，是在武当山学的道家功夫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还有，刚才那怪物掉落的是虎符吗？做你们这行不是有规矩，不能刨根问底吗？哈哈，这位明年高手，哎，你身手这么好，要不然就跟我们一块同行吧？啊，我不喜欢跟不熟的人同行。哎，是九爷通知我的。又是九爷啊？看来九爷很不放心你们俩。那既然是九爷安排的，就多谢了。不过，我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？我与他乃莫逆之交，无需他人知晓。哈哈哈！哎，这不挺好吗？啊，九爷真贴心啊！咱们一起上路吧，啊，嗨，走吧，走吧，哎，走吧，走吧。皮肤干燥，皮肉发青，试了应该段时间了。从侧面看，这个尸体脸部泛着蓝光。别靠太近，这个尸体非正常死亡。哎，对了，他为什么会暴尸在这儿呢？上次出货的人跟他应该是同伙，不过同伴为了货都死了，他为什么不要钱而留下货呢？他中的是尸虫毒，中毒者很快就会死亡。那就是说，墓地在这附近了。哎，坏了坏了，墓室会不会被盗空了？啊！王元宝，你个死财迷，什么情况了还想着钱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别吵了，墓地里面应该还有尸虫，我们进去会很危险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这健身图腾好像在发丘府上见过，这个明年到底是谁？咱们要不回去吧？你这下不要钱了？来劲呢！元宝，你忘了我们这次过来的目的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既然尸体在这里，那就说明墓中的道口离我们不远。我们再往前看看。
有血迹，有火药味。是这儿吗？应该就这里。你在下面，我上去看看。哎，你小心点儿，高成。我想想刚才的尸虫，现在还发出了吗？胆小鬼！这里有个被炸出的道口，应该是小型定向爆破造成的，在炸药用量上很是精准。他们这些人里面，应该还有通晓风水秘术的倒斗高手。高成，不对劲儿啊！我想，他们应该就从这里进去的。你下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说这个墓能被咱们四派之外的人找到，那说明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。也许出货的人不是在这逃的呢。再说了，咱们太祖爷也不能被这样的墓舍进去吧？那人不是说，诸葛金韩现蜀中，六甲神咒破丘印吗？好像是这么说过。那你能确定就是这儿吗？金韩玉镜，始自上古圣皇轩辕氏，破蚩尤不胜，诸葛亮龙门山元县之间取得。六甲神咒是蜀地倒斗者所念的护身咒语。当然，这些咒语都是假的，该死还是得死。结合信息是蜀地龙门，龙门在都江堰与广汉之间。明朝年间叫千佛，因为出土过千座佛像，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处之地了。哎，这么说，你看过金韩玉镜？没有，早就失传了。那你废什么话呀？得此书者，则称知兵之将帅。高成，你悟性很高，是个可造之才。那当然，高成从小就是学霸。既然到了，就别耽误时间了。速战速决。大家轻装简行一下，把不必要东西都放下吧。秦墨，你在洞口接应，就不进去了。在这算什么呀？哎呀，女人阴，下边也阴，女人下下边更阴，不吉利。不吉利个大头鬼！我不管，我要去。来，印个口罩。哎，喂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要下去。你听见我说了吗？我要下去。看什么看？小心啊！这些都是什么石像啊？应该是守护神像吧。各位大神，有坏不坏啊？有坏不坏？哎，有坏不坏啊？这是机关门，需要在对的地方按下去，门才会打开。要是按错了，暗器就会飞出来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看了一下，没有其他开启线索，
会不会就是这个门上的八卦图？这个八卦图确实有点奇怪。要是按错了，我们可都玩完了。坎离震对分四象，乾坤艮巽含八方，八方有生有死门，上乾下离见生门，上乾西北下离南，应该按这儿。子鼠坎北，坎为水，行险用险，阴阳虚实，豁达贯通。咱不会走错了吧？这都是些什么烂机器？这也不是木啊。就是啊，难道古时候咱们老祖宗就工业革命了？隧道外面有石像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朝代的。这是隋朝时期的神像。这是隋朝墓。隋朝。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里下去？这儿可以下去。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走吧。这帮孙子是看上咱们老祖宗的文物了吧？大家小心。吓死宝爷我了！刚才以为差点玩完了呢。谢了啊，高手。太奇怪了，这些粽子怎么都穿着现代的制服啊？这好像是美国一家做海上贸易的 C 公司。哎，美国佬怎么也跟来了？听我爷爷讲过，
大概在80年前，他们这些人曾经在道上重金招聘过刀斗高手。照你这么说，这家美国公司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了。他们肯定是看上咱们老祖宗的文物了。哎，盗墓的时候触碰了机关，结果变成了粽子。那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说不定是他们搞的呢。嗯，鼓声停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走吧。八宅游心点四穴。那个方向是绝命寨。地下千百米，盗墓鬼藏着，生即是死，死即是生。小心！情况不对。跟着你吗？高成，高成，明年，很久不见，高玄逸。高玄逸，高玄逸，高成，秦墨，没事，别怕，你放了秦墨，我们离开就是。诸葛饥寒，现蜀中，六甲神咒，破秋。高成，就是他。他给我的发球印，这是他设的局，咱们中计了。高玄逸，发球派可是越来越不堪了。你就是高玄逸？高成，他是你太祖爷爷，这也太年轻了吧。南宫勋，你这样做又是何必呢？放了他。我以为你忘了他了。苏静瑶，哦不，现在他应该还是秦墨吧。少废话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的脾气还是没有改，真是让人讨厌呢。不要再杀人了，沈凌已经死了。啊，是你杀了沈凌的，交出龙灵石，不然我要让你们高家断子绝孙。你再这般纠缠，休怪我无情。杀了他。高成，秦墨。
秦墨，秦墨，站！秦墨，秦墨，你别说话，我现在带你出去。高玄一，我知道龙灵石还在墓中，这东西本不是我们该得的。秦墨，我现在带你出去，好吗？我先带你出去。东城，退路被挡了，怎么办？秦墨，你相信我，我现在就带你出去，走。东城，我来这里就知道他可能……不，秦墨，你不会死。听我的话，带你出去，马上带你出去。高成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喜欢你。怎么办？退路被挡了。秦墨，别睡着，马上带你出去，好吗？别睡着。高成，只有我们找到别的出口，才能带秦墨出去。我不去。高成，你他妈清醒点儿！只有我们活着，才能带秦墨出去。你知道吗？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儿。谁他妈也别想出去！刚才啊，我们来的路上，我看到这附近的房屋有几棵很大的松树。据前辈们说，有茂密的松树不是寺庙，便是你王元宝，你想钱想疯了！伤害灵儿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人知情？你呀！发丘派和墨镜派虽不属同门，却是同宗，何必自相残杀？少废话！
这个墓肯定不是一般墓，你看这个镇墓兽，三眼人头蛇身，人称龙皇。这个墓主人生前想当皇帝没有实现，死后还是想当皇帝。哎，咱们进来的时候没有发现墓主的墓志铭，不然我就可以判断这是谁的墓了。我们刚才经过的是耳室，耳室在主墓的两边，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主墓门了。可是怎么都没有墓门的痕迹呢？哎，那个明年高手不是说这是隋朝墓吗？我记得《隋代野史》记载，周武帝宇文邕时期有人上书说杨素有谋反之意，想自己做皇帝，周武帝就找理由贬职于蜀地。野史反而比正史更靠谱，可能这个杨素就是已经想当皇帝吧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他的墓。高成，咱们来都来了就想办法进去啊，也算不虚此行。元宝，你看这个墙上的九星图好像有点奇怪啊。好像是啊。元宝，用蛇镇压古墓，一是为了防止盗墓，也是为了防止阴气不泄。蛇无眼则无神，墓则无手。哇塞，这都被你想到了，真牛叉！哎，进去吗？去呀，不进去才笨呢。我费尽心机利用了这么多人，却始终找不到龙灵石，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，不能继续了。你不想你的后代跟你一起陪葬的话，马上去给我找龙灵石。不可能。现在开始，你的安稳日子就结束了。《朱雀玄武》，青龙白虎，乃天之四极，木设四极聚阴阳，五宝乾坤龙玄穴，四极并至，何以众神之书，堪可扭转乾坤。青龙朱雀主吉祥。看来这个墓室主人有很强烈的重生意愿。白虎玄武主凶相，东南为吉，西北为凶。这里真的很有可能是杨素之墓。天官赐福，
百无禁忌。哎呦我去，这也太高了吧！18632天呐，等得太久了，我的痛苦要让你的后代来偿还。你以为你救得了他们吗？啊！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南宫勋，你我如今的下场，就是违背了天命，难道你还不懂吗？拿不到龙灵石回不去，我们谁都别想走出这个墓。有你陪葬的话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遇上雪宗子，别忙，稳住。雪宗子，那是粽子里边最厉害的，我稳不住了。龙鳞石，他穿越时空界限的能力，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。少废话。你以为你一个九爷能兜住所有的事情吗？让我们来做一个了断吧。九星变，阴阳乱，我不会再让你胡来了。是你，哎，明年高手，你刚才不是和那个怪人在打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一直往前走，不要回头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想要活命就听我的，什么都不要问。不行，秦牧还在那儿。喂，高成，你们赶快出去，再不出去谁也走不了。不行，我会帮你把金毛救出来的，相信我。高成，你就听民间高手的话吧，啊，赶快走，快走，走。我相信你，你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高玄逸？收好发秀印。快走啊，高成，快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，高成？白眼宝，你怎么一天都睡觉？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犯困。来，你看，这图腾是不是明年剑神圣图腾？哎，好像是啊。
这是发鸠拜祖传的长林剑图腾，汉朝所制。而且这把剑也跟太祖爷爷一起消失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明年就是咱们要找的太祖爷？哎，你要不去问问九爷吧，他不是听九爷说的吗？你看这有什么？得，你就赶紧告诉我得了，别磨磨唧唧的。哎呀，我们上次去的那个墓真的是隋代将军墓。哦，是吗？相传墓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陪葬品，叫做龙鳞石。龙鳞石？据说有可以让人穿越时空的能力。哦，那照你这么说，这个明年就是我们要找的太祖爷喽？我不知道，他只是一个传说。你这么着吧，你去问问九爷，他见多识广啊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九爷最近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怎么也联系不上。要是再没有消息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我要回去把秦墨带回来。对不起，苏儿，为了还能再见到你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你我还会在明朝相遇吗？